老公，我今天去看车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看。啊，你知道我看车啊？啊。不是，问题是我去看车的时候，他跟我介绍了一栋，然后他说有那个涡轮增压的，还有那个自然吸气的，还有机械增压的。你说到底哪款好呢？哪款好？啊。这么着吧，我给你一一介绍一下子吧。啊。自然吸气呢，它就是。然后那个涡轮增压呢，它就是机械增压呢，它就是啊，你听懂了吗？不是，你这说这半天把我都用到撞线的，我也不知道你说啥。算了，你跟我来啊，我给你演示一遍啊。嗯，演示啊。这个呢就是自然吸气，你看好了啊。这个就是自然吸气哦。媳妇儿，你再看，这个就是涡轮增压哦。媳妇儿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机械增压。行了，老公，我该看你这三种演示，这一种机械增压我肯定不能要。你看把我发动机都压坏了咋整？还有那个第二个自然吸气的那个不行，太慢。然后我想来想去，我还得买那个涡轮增压。行，那我现在就买涡轮增压去了啊。演示明白了是吧？明白，买涡轮增压。那怎么还能把发动机给压瘪？这虎娘们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，我还得收拾卫生间呢，我还得，哎呀。